空投里你不捡某个道具，答案就是不想要。如果有人一直不与你确定关系，答案就是不喜欢。其实你自己也清楚，过不去的是你的心，不是那个他。看到 ADS 阻挡投掷物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拦截就是答案，躲闪就是答案，不主动就是答案。有人总是调侃自己，人在枪马也还大，签名写满痴情话。但还有另外一句，签名作诗固然土，却能解我相思苦。有些东西就是精神的奢侈品，没有也行。永远记住一句话，来者要惜，去者要放。